现在我们进入行深的第四个动作，叫做热熊抱。它一样呼应第三个行深的动作。刚才是弓马弓之步，做一个前后的。第四个行深的动作熊抱，刚好是从右向的，是一个变成为半蹲的方式。这里也要提醒各位，在做弓之马的时候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上身尽量所有的动作上身要保持正直，这样效果才会出来。我们现在做一样，前身放轻松，双脚放两边，膝盖回蹲之下，做一个前刚开始是左手在上，第二个是右手在上，一样左右一个来回。我们先做快的，再做慢的。随着身体的起伏升降，上来的时候提肩收肛，下去的时候变成做一个蹲桩的方式。我们进入第四个热熊抱。你要慢慢的配合着呼吸的用气导体，而不是刚开始的快的动作是用动作来引导你的呼吸，但第二个慢动作记得用呼吸来引导你的身体。第四个行深动作的热熊抱，有如我们在开阔腹式呼吸的胸式扩张方法，就像把